稍微有一点是因为有在喜欢我的紧张嘛。不要一直讲往身上，没有，因为第一次来宪哥节目你就抱我了啊，这我怎么就抱我？你看你一号，一号女生的那个，果然她的女花腔，很美，真假音的运用超美。细腻度对，但是二号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，它有一种 rock 的感觉。他的声音有点沙哑，但是非常 我必须要你讲这个，我必须要帮一号讲一个话，因为二号的时候他是 in tempo 状态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有没有这个差别是很大？所以一号他变成跟 keyboard 老师，除非他们有在一起，哦，才可以直接。他还在那边重一摔啊！哎哎哎，来来来，那个重一摔。哎喂喂，就是他要先破功嘛。所以阿米老师这几年帮这么多女艺人伴奏，哎呦，她竟然越来越瘦，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？瘦如山，她也为音乐付出了很多，牺牲奉献，对对，职业伤痛，每一合唱，每伴奏一个，她就哇，她要牺牲她自己，这我牺牲，因为她是个乡村音乐变过来的流行歌，对，所以里面的 Lady Gaga 她有一个小小的英文的南方腔，哦，南方腔，Dan在找那个南方腔。那感觉上一号英文好像比较母语一些些，哦，真的吗？可是二号真的很有味道，很有味道。但是从歌声里面，我应该看得出来，二号肤色会比较深。哎呦，感觉得出来，用声音有晒过太阳，感觉有那个 California 的阳光。可是用 California， 可是一号前半段的时候有点 Celine Dion， 有点以前的 Julia， 可是后半的合音的时候，他就像玛利亚凯莉了。对，他合音起来的时候超好，超厉害，超好听。怎么选？哇，这个很糟糕，超难，根本就是很难的。对啊。要弃权了，还是唱好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看过我以前演的这部电影，就知道我要做的是什么事。各位，封牌，那个是赌神吧？啊，那是你演的，那也是赌神吧？他那边不是先讲先赢呢？当然了，拿个红龙把他围起来，对啊，封牌，我没有看过，我们看过。好了好了，你们确定好还是就莫名其妙举牌好了啦？好了好了，对啊，看感觉，看感觉，想举哪一个就举哪一个啦，没有，我们不讨论的啦，没有套好的。一，这太难了。二，个人喜好啦。
对，可能他获胜的原因，可能也是另外一方面，对我们对于巨星的一种怀念。哎呦，一个巨星的诞生嘛，对，是是是，长得实在太像 Michael Jackson。今天完全就是 Michael 嘛，你衣服怎么越穿越像他？怎么办？Michael， 整个放弃自我，巨星啊！来来来来，刚这个Julia 是投给你的，真的很好听，而且咬字也非常好听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这首歌是 Lady Gaga 在那个《一个巨星诞生》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插曲嘛，他最后面，对，这首歌一唱出来，大家都哭了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刚刚他唱出来那种感觉，有把大家的那个精神给凝住，在现场都不敢呼吸，对，而且超被你吸走了。他的声音是很自然的，不做作的，然后唱出来是让人家觉得可以完全。会爱上你。哎，别这样，人家这个也很厉害的，好不好？欢迎一号门出场。欢迎。好。金鱼子，金鱼子，啊，是金鱼子，他也是超级大唱将，对对，唱将级的人，也是一枚唱将。我刚刚帮你讲这个话，你应该可以接受。前面你因为他是跟钢琴老师，两个人琴瑟和鸣的，对。那到后面是 in tempo， 所以他唱起来会好唱一点。但他音色真的很适合这首歌，其他音色。是我觉得我吃亏的地方，哪选歌哪有吃亏？没有，因为我音色就很平常。Dennis 老师 ，Dennis 投你，对 ，Dennis 超猛，谢谢你。而且不是他的母语，你竟然讲说唱到跟母语一样。他在洛杉矶，他是小甜甜木乃伊的导唱啊，他是木乃伊的导唱，真的吗？小甜甜木乃伊，你什么都不讲，最近怀孕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吗？甜甜吗？真的有这件事啊？我是他的 demo singer， 就是他导唱。那个 Toxic 那张专辑， Toxic 那张是你唱的， Toxic 哎，那是你们以前都在跳啊，哇塞，这个算什么？原来是你啊！他在湖人队主场唱国歌的，真的，真的吗？他的声音太完美了。真的太晚了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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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算，秦老师，不好意思，这算你是获胜的，把你后推一点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今天感觉稍微有一点，是因为有在喜欢我的紧张吗？不要一直讲，往身上没有，因为第一次来宪哥节目你就爆我了。啊，这我对，你看你，因为那时候你问我，他有阴影，他有是不是壮族？然后那个在越南跟广西中间有友谊关，友谊关，我对啊，然后讲完这个就拥抱了，那个画面就涌传了。哦，好好，对啊，就我们有拥抱过他，对，所以我肯定是会对宪哥有阴影，有阴影，没问题的，对啊，宪哥人那么好，有音乐作品做好了吗？啊，有发了第二张专辑，叫 #UZ， 是张蓝调节奏的R&B， 也是自己创作的一整张专辑，太棒了。对，很喜欢那个 R&B 曲风的东西，也希望，因为我之前都唱那种流行歌比较多，之前也是去过中国好声音参加比赛，拿到比较不错的成绩，但大家知道我都是那种唱大歌，然后但其实我的声音的细腻度还是欠缺一些，让大家认识到的，所以希望以后可以更多机会跟大家见面。你早点出来，我就投给你了。对呀。还是投给他了，我觉得他声音真的很棒，他需要让大家惺惺相惜的感觉，都很棒。两位都要记得这个名字，他叫做秦宇子，好吧？歌唱的非常好，我们也非常支持你，谢谢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他们两位。